好啊，好，这个相声大会开始了。哎，刚主持人说了，嗯，我们是刚毕的。对，哎，刚毕了，刚毕，找什么呢？这是没枪眼呢，还是找枪毙的毙？毕业了，看看我就觉得你这应该有枪眼。哪儿你？这个节目是相声啊，是相声这形式特别好啊。这个对于相声演员来讲，想说相声，嗯，必须得有学问，哎，多知多懂，对，饱览多读，是多看多听，嗯，丰富自己的学问，这都应该的，丰富杂学，对，是不是？嗯嗯嗯，您看我了吗？我往这一站，我就有学问，我这肚子宽敞，什么都有，学问大，我这一张嘴哗出来了，学问太大了。啊，我就纳了闷儿。纳什么闷儿？这么大学问，嗯，我怎么就没发财呢？这我怎么就成不了大腕呢？还想发财啊？想成大腕？看我身边这位，我姓左，啊，名腾云，嗯，道号左腾云。什么道号啊？别看道号，五米之内看不见眼睛，这叫什么话？别看长这模样，人挣钱比我多，啊，成天上外拍戏去，40集，这最近40集电视连续剧又接了，这你气啊？这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学问比他大，我让你自己说，我能力比你高，我学问比你大，我怎么就不如你呢？行，是不是？别说，别说，啊，我别说，不平衡啊？哪儿你就学问比我高，能力比我大？嗯，哪儿的事儿啊？对啊，你有什么能耐？我就知道你一顿饭吃6个鸡蛋。什么能耐？我能耐太大了，我告诉你。你有什么能耐？能耐就比你大，你不服是吧？怎么着？你不服啊？我不服。行，怎么着？一会儿你别走，打架是怎么着？打架呀，啊，打架怕我打不过你。这不废话。一会儿你甭走，我考考你。我考我，啊，我出个题目啊，我出个题目，你来回答行不行？出题，你出吧。最简单一个问题啊啊，好好听清楚了。我说，咱们这个阴天啊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琢磨琢磨，深了。你说，哎，能耐大啊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连阴天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。你说，阴天呢？啊，是老天爷的公事，啊，懂吗？记住了。啊，阴天呢是老天爷的公事。对喽。那等会儿我问问你。你问我什么？老天爷在哪儿住着？老天爷在天上住着。住什么大街？南天门大街。哪胡同？南天门胡同。门牌号多少？半号。老天爷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他媳妇谁？老天奶奶呀，这还问吗？有孩子吗？有啊，一儿一女。儿子叫什么？雷公。闺女呢？疯婆婆。你难不住我，就这问题。就这还美了？怎么着？这是你姥姥告诉你的吧？啊，对啊。这什么年头？这是倒退几十年的老头老太太哄孩子睡觉，雷公啊，风婆，封建迷信，这是不对，有根据吗？这个啊，我这不对啊，无根无据，不对。哦，那这么说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啊，那你知道？你给我说说。我啊，你给我说说。我给你说说啊。行，嗯，我给你说说，你乐意吗？啊，我乐意。乐意啊！你说，我跟你说说啊，嗯，这女方啊，嗯，家住在西藏，哦，让你有空就去一趟，人家不在乎，倒插门也可以。啊，说了，啊，不，行，人性好，别说了，怎么着？跑这给我介绍对象来了？你不让我跟你说了吗？啊，跟我说什么呀？你说了媳妇吗？我们不用那个，我问你是阴天怎么回事？我凭什么就得告诉你啊？我，你不是我吃过你们家饭吗？没有啊。我喝了你们家茶了吗？没有，我怎么就得告你呢？你看你不知道吗？你我知道，我就应该告你吗？你知道你不告诉我，客气两句会不会？你到外头打听道，你还得客气两句了。哟，麻烦您，嗯，我上这个火葬场怎么走？你看我去这地方，这人才能告你啊，是不是？哪儿你就直目瞪眼？你给我说说，我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说啊，你给我鞠个躬，叫声童先生，大不了我，小不了你，会吗？人讲理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，懂不懂？这还挑理了？你说这哪儿的事儿？行，我给您鞠一躬。
佟先生啊，我跟您请教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，谦虚一点是不是？ 哎， 哎，你求我来了啊？我求您来了。知道我能耐大了吧？啊，我知道您能耐大。知道我有学问了吧？哎，知道您有学问。知道我有能耐了吧？啊，你有能耐。我有什么能耐？你尿炕尿的匀。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。我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。我问的不就这样？我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以后高的桌子，矮的板凳，说的讲的谈的论的，人前背后啊，忽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。哦，哎，这个阴天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唯有你左腾云站起来，腾腾腾腾这么一说，别人一听，好啊，这老左有学问，有能耐，佩服你。你记住了，对，怎么回事？阴天呢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就是没有太阳。哎，哦，这阴天就是没有太阳。对，这晴天那就是出太阳了。这个学问就见长，我就长这学问吗？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阴天这问题太深了，未曾学这个阴天，你先弄懂什么叫阴阳。阴阳？哎，这有关于这个周易，这个太深了，这个东西。哦，阴阳，把阴阳弄懂了，啊，再学五行。五行是什么？金木水火土。哦，世间万物离不开这么七个字儿。哪七个字？阴阳金木水火土，世间万物都离不开这七个字。万物以理，我问什么都行。你随便，你现在你给我找个东西，我能从这个东西上给你找这个七个字来。哎，万物以理，佟先生，这个东西啊，您看我这面前呢摆个桌子。啊，桌子，您说这桌子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？太简桌子太简单了。啊啊，告诉你啊。啊，您说说。桌子面为阳。哦，底儿为阴。怎么面为阳底儿为阴呢？太阳出来了，啊，能晒着这桌子面。哦，晒不着这桌子底儿。哦，记住了，太阳能晒得着的地方就为阳，晒不着的就为阴。哦，晒着了就为阳，对，晒不着为阴，对不？哎，这有点道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佟先生，怎么着？这桌子这金在哪儿呢？金呢？啊，金桌子，还银椅子呢？不是不是，金桌子像话？这桌子金呢？它肯定得有金，哪有金呢？万物都离不开这个啊，桌子得有金，在哪儿呢？金。哎，桌子以前是什么呢？以前是木头啊。它怎么变成桌子的？木匠师傅做的。拿什么东西做的？奔凿斧锯。奔凿斧锯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一个金字旁。有劲了吧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一个金字旁到我这儿沾金就算。哦，沾金就算是金不是金？哦，这就有劲了。这是道，这是学问。哦，那木呢？木做什么的？木头的。木头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桌子是木头啊。对对对。水。水啊，桌子上放碗水。来，放碗水像话？放碗水不行。桌水，啊，肯定有水。有水怎么找？桌子这个，哎，桌子以前什么的？木头啊。木头再以前是什么呀？大树啊。种树你不得浇点水？水吗？哦，浇水也算，是不是水？啊，对对对对。火呢？火啊，劈了烧火。败家子儿啊，劈了烧火像话？要说这个问题啊，远了。怎么了？不是这年代的事儿。什么年代？倒退那年头，你没赶上。什么年代？太久远了。哎呦，这什么年代？你没赶上。啊，元谋人，距今170万年以前。那我是没赶上。你没赶上啊？我没。你这么说，你赶上了？我也没赶上啊。这么废话？我可知道，我爱看书。我一翻书，夸我查呀，啊，知道历史，了解这知识啊。哦，以前人元谋人怎么取火？怎么取？钻木取火呀。钻木取火呀。哦，钻木取火啊！钻木取火呀！啊，这就有火了，火吗？哦，好，那是土呢？桌子哪儿放着？地上放着。地上什么的？那是水泥的。水泥用什么活成水泥的？混凝土啊。土吗？哦，这就都有了。阴阳金木水火土，万物以理，大千世界离不开这七个字儿。哦，什么东西都一样。哎，我问什么都行是吧？都一样。我再问点别的行吗？说吧。哎，您说这个水果摊有卖这个苹果的，尤其是那种国光苹果啊，半拉青半拉红。您说这苹果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呢？这太简单了啊！苹果半拉青半拉红是吧？对啊，红的为阳，青的为阴。
怎么红的微阳青的微红那面怎么红的？长红了呀。对，太阳晒红的。哦，晒红的。哎，晒得着的地方变红了，晒得着的微阳了，晒不着那地方就是青的，那就是阴。哎，我真长学了啊！哦，是晒红的，不是长红的。多新，长红了吗？哦，这阴阳有了。晒红的。那这个金呢？苹果金呢？啊，金苹果。我就知道有金瓶梅。什么思想？不是，苹果啊，苹果。哎，苹果跟哪儿长的？我在树上长着。树上长着啊？它这熟了之后，啊、你拿什么东西把它？拿起来，拿着剪子剪啊！剪子是什么的？铁的呀！铁字怎么写？一个金字旁。有劲了没劲？有劲了吧？啊，是不是劲？有劲了，有劲了。木呢？苹果哪长着？树上长着。树什么的？木头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水呢？水啊！那苹果水在哪儿呢？你吃苹果吗？啊！吃苹果一咬啊，往外流那个甜水啊！甜水啊！哦，是不是甜水也算呢？是水不是水？是是是是。哎，火呢？火不能劈了苹果烧火呀、啊，钻苹果取火，不像话、啊。火在哪儿呢？对呀、啊，火。哎，对，咱家家煮那个熬苹果水，煮苹果，你不得生火吗？哎，没火你煮不了苹果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别说别说，傻喝。哪有煮苹果的？谁吃煮苹果呀？不是，那一般都煮什么呀？人家都煮梨呀、啊！哎，你煮梨不得生火吗？哦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对，这不火吗？哎，不，我问苹果，谁问梨了？差点给我绕腾过去。这俩东西差不多吧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苹果，你说苹果一样？不行，一样。我吃苹果啊！我不吃梨，死心眼儿。哎，对，怎么单吃苹果呢？吃苹果好啊！怎么好？败火呀、啊！败火，败火。好嘛，这火哦，败火，这就是火。哎呦，败火吗？好好好，是不是？那土呢？土啊，苹果哪长着？我树上长着。树上哪长着？在土里边长着，是吧？这么会儿都会抢答了。我呀，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他呀，问什么东西都从我嘴里往外抠。这回啊，加点小心，留神注意，我看他怎么办。佟先生啊，那个问什么都行。哎，这万物以理、大千世界逃不出这七个字儿。我再问一样东西。您说吧。您看这大街上有卖那个红果的，您知道吗？啊，哎，您说这红果它这东西一样啊，一样啊。红果它太阳晒红的那边不是就为阳，不是不是青的那边、一样啊，这不是啊。留神，您注意了啊。牵上过来。我说的是红果，这红果它一圈啊，它都是红的，它没有青的。你说是这太阳围着红果转呢，还是红果自个儿在树上打滴了玩儿？哎，这，哦，对，哦，你说红果啊，全是红的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看你找这个东西，嘿嘿，全是红的，嗯，全是红的都红果。哎，红果全是红的。对对，全是红的就叫红果啊。对呀、啊，那要全是白的呢？那是元宵。要全是黑的呢？煤球。要全是青的呢？青果。全是黄的？橘子。你明白了吧？我明白什么了？我糊涂了，太笨了！我说这半天你愣没明白，你没解释清楚。红果全是红的，红果哎，红果这说法是来自于天津啊，对啊，天津称这东西叫红果，到咱北京叫什么呀？北京叫山里红啊，山里红啊，到济南叫什么呀？山楂，这不齐了吗？济南叫山楂，北京叫山里红，天津叫红果，天津叫红果，北京叫山里红，济南叫山楂，济南叫山楂，北京叫山里红，天津叫红果。你老折腾那红果干什么呀？马上这不到了吗？我问到了吗？这你说呀，妈，红果是吧？啊，红果全是红的，啊，全，它全为阳。哦，全是红的，全为阳，全为阳啊、哦！那阴呢？把它掰开了，往里看，什么色儿？白的呀。里边为阴。不是，这倒好啊，它外边没辙，跑里边找去了。有道理啊，里边那是白的，晒不着，外头太阳能晒着。对对。晒得着的为阳，晒不着的就为阴。好，那这红果这金在哪儿呢？一样啊，红果哪儿长的？树上长着，长熟了怎么把拿下来？我拿那竹竿往下棒的。
棒。不对，不对啊！你应该拿剪子往下搅。不不不，搅剪子，剪子，剪子是铁的，铁有金子棒，不用剪子，拿竹竿棒，一棒就下去，全棒烂了。我爱吃烂红果，你管着吗？好，你给我找接，拿竹竿往下棒是吧？对对，这竹竿你不够长啊！啊，对，你得接呀！啊，拿铁丝把它绑上。啊，不用铁丝，我拿那尼龙绳接上。不用铁丝，不用不用，你别让我问住了啊！哎，找去，现在看不着了。以前大街上卖的有一串啊，一串这个红果，啊、拿线穿着、啊，线是软的，这红果是硬的。对对，这线你是拿什么东西把它穿过去的？拿那个。我拿那竹签捅过去的，这我一捅就过去。竹签，哎，竹它对呀，竹子、嗯、竹签它得有尖儿才对呀，尖儿你是拿这么东西削的，这还用拿那小玻璃碴子咔嚓的，我一咔嚓它就一尖儿，玻璃碴咔嚓，对啊，哎。不对，他怎么不对？看着他前面，他不尖呢啊！不尖，不尖，我在地上蹭蹭，给我找金，金在哪儿啊？啊，你见到外头卖那个糖葫芦吗？啊，见过，我还吃过呢。啊、糖葫芦啊，每个葫芦上啊有个印儿啊，对对吧？印儿你是拿什么东西拉的？拿那线勒的，线一勒一个口，拿线勒的，对喽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里面有葫芦，有葫芦，把这葫芦弯出来、啊。你拿什么家伙把它弯出来的？拿那小，我拿手指头往外抠，一抠就出来，不讲卫生。我自己吃，你管着吗、啊？找筋抠出来的。哎，好，糖葫芦，嗯，哎，糖葫芦掉糖了，那多新鲜、啊！糖你是拿什么锅熬的？我拿那砂勺熬的。砂勺对，啊，用砂锅，不用锅，锅有金子、啊，不用，找金，这，哎、你做得了，你出去卖去吧，卖、啊、得卖、啊，你卖多少钱一根？我卖一元票，票啊，哎，票，这票是哪出的？中国人民财政部，我悬了我，不对啊，财政部他不出钱，你拿印刷厂印去啊？印刷厂拿什么家伙印？机器，机器什么的？塑料的。不对，塑料成不了机器，你拿模子扣啊？模子什么的？钢的。